喽，我是鲁特。今天就在今天，我们即将航向伟大的巴克莱领导。看完片头，应该不难发现为什么在标题中用了“航”这个字。今天的行程可以说是离不开水啦，白话一点就俗称的聊 K 啦。比起骑车，用航行来形容，我觉得是再适合不过的。而在台湾要做这件事情，严格说起来也是蛮违反直觉的一件事。因为通常玩水这件事是在夏天的休闲活动，而偏偏台湾在夏天的气候很容易就会有午后雷阵雨，溪水的水位通常是比较高的，换句话说就是很危险的啦。所以通常要在冬天溪水的水位低一点的时候会比较安全。但是身为一个亚洲人，冬天又是冷到缩起来的季节，要去玩水，还是需要有一颗热血到爆的心，以及一个磨练精神的意志啊。早上5点从台中出发，在骑了将近3个小时之后，我也来到了今天的集合地点。早安，早。各位朋友早安，现在时间早上的9点，今天呢是一个寒流来的天气。早上9点，气温大概11度、12度。看到我后面这个溪床呢，就知道我们今天又要干大事了。其实时间已经很早之前就约好了，所以就算是寒流来，只要没有下雨，我们照样出发。今天呢，又跟我们这个豪猪老板一起出来骑车了。这一次算是让我有点抖的一次。跟上次暗黑领导抖的程度真的是蛮像的。我今天早上大概是5点从我家出发的，骑了大概2个多小时，快3个小时来到了这边。光是从我家到这边，我就已经快冷死了。我刚才停车的时候，整只手都在发抖，超冷。给各位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好了，幸好啦，今天天气算是还不错，也是一样是一个蓝天白云。这个山哇，非常的美啊。今天我要喝水，这个。寒流来，气温不到10度，我也不知道我碰到那个溪水到底是会怎样的情况。为了因应这趟行程，我们是水上乐园的行程。我这次呢，我没有带我的水袋包，我这次带了这个特地准备我们这个防水包。有一个缺点就是呢，它没办法直接喝水，所以我又带了一罐矿泉水在里面，算是有稍稍的不方便啊。不过为了我里面的东西，因为我还有带空拍机，然后还有一些电池、行动电源，那些都是必须是要干的，泡到水呢应该就直接GG了。所以呢，这一次我就直接带了防水包，就没有用水袋包了。今天我们的目标听说是有3个阶段，是不是？我们先到那个左边的那个极限天嘛，然后再下去就是左边小瀑布，那是第一阶段。你应该有到过吧？小瀑布？左边一个小瀑布啊？应该没有，我只有到极限天过而已、欸。那个就是大概10分钟嘛。有那么快吗？我怎么记得我就是极限天就要骑1个多小时？有那么久吗？用走路的吗？我用骑啊，我骑阿福哎、欸，我骑阿福来、欸。阿婆就超你车了，骑脚踏车就超你车了。右边的大瀑布，右边的大瀑布好、嗯，虽然我也不知道在哪。如果可以，我们就到那个骑到卡瑟溪汇流处就好。好，因为今天那个气温听说10度而已嘛。对，10度而已啊。所以那水应该只有。可是我看你穿短袖，就是你是想要秀肌肉吧？不，我有开暖气。哇，好温暖哦，好温，好高级哦。我们等一下，如果摔车的时候会冷死。我要喝水，我要喝水。就是我们骑完了之后，今天还有一个那个烤肉活动。为什么会有烤肉活动？是庆祝你第11名吗？哎、欸，说到这个，有一个人他去骑那个比赛，他骑阿福去，全场唯一一台试售车，是不是？原本第11名，后来因为验尿验不过，变12名。验尿验不过什么意思？验尿比赛不是要验？屁啊！那个有体检吗？真的假的？没有啦，报错成绩了，报错变12。不过还是厉害。有人说，如果能骑一圈，就有3公斤的烤肉。所以我们今天有几公斤？追加到10几公斤。哦，十几公斤。我们有10几个人会来烤肉。1点的时候在那个桥那边等我们。我们有接驳车啊，我们有接驳车。如果超过1点回来，就是只能收烤肉的器材。所以我一定要在1点回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了。其实我刚才来这边呢，我已经把车牌拆掉了。等一下呢，我们就准备出发了。希望今天硬归硬啊，但是希望我出来的时候全身都还是干的，好不好？希望。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可能，因为他刚才跟我说已经有一点，他那个口气就是有点抖了。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一趟呢，应该是我全身就是绝对会湿爆，所以我还带了两三套衣服来，鞋子呢我也带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车靴呢绝对是湿的。那因为今天寒流来，所以我也不想要整双就是鞋子都湿的骑回去，所以我就带了另外一双鞋子来。好啦，不要废话了，讲那么多，准备出发了 ，Go Go！ 你今天不一样了哎、欸，怎么了？你的阿福嘞？我的阿福是朋友的啦，跟人家借的啦。在停车场把装备以及摄影器材稍微整理了一下，接下来我们也就准备出发了。而在开始出发的时候，通常都是这样的，因为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湿的，所以在过前几次溪水的时候，我们秉持着最高品质静悄悄，我不是静悄悄，是非常慢，因为不想要衣服、裤子、车靴在一开始就湿掉了。虽然说来玩水湿是一定会湿的，但这也只是那最后一点韧性而已。因为就算骑得再慢，也只是时间有问题，等等还是会全湿的。今天来到这边的时间点是个假日，也遇到了当地的业者以及其他到当地游玩的游客，所以在一开始速度也放得很慢。而大家看到我们这一群冬天来玩水的神经病，也一直很热情的想要拍照。要录了哦，再坐一下。谢谢哇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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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到这边，因为时间已经在十二月了，所以水位其实不是说太高啦。而水位不高是有两个好处啦，一就是当我们骑到这个从岸上看下去，会觉得看似深不见底的溪床，在其实往下骑之后，当下会觉得，咦，怎么这么浅？二则是，就算这聊可以聊到一半的时候，在中间倒车了，红面鸭也不会因为水深而进水。虽然水位低是有好处的，但也是有坏处的。那就是因为水位低，所以裸露出来的地形更多了，大颗石头啦，小颗碎石啦，烂泥地、沙地。而在这一趟路程的一开始，就是个碎石路面。在骑乘了越野车之后，随着经验值的提升，现在骑在碎石的路面上，对我来说已经可以说是不叫越野了啦，有一种如履平地的感觉，算是骑得很放松，放松到甚至有空可以看在河道两边的山壁。加上虽然过了几次溪，但是车靴目前还是干的，所以依旧慢慢骑，用放松的暖身来形容一开始的路程，也是再适合不过的了。而今天这个地方，其实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从我开始骑越野车的时候，就来这边骑过车，甚至也有拍成影片。那次还记得，在骑了大概接近超过一个小时吧，才到目的地。而在经过这一年的时间，很明显的感觉到，在面对众多地形的时候，已经不再是那么的害怕了。反正摔也摔这么多次了，好像也不差这几次。在骑了20分钟之后的路，接下来就是我没有来过的地方了。石头在这边变得越来越大颗，速度也渐渐慢了下来。到了这边也算是结束暖身了。对我来说，这种大颗石头其实就跟倒木一模一样啦，技术还完全不足以应付。一是因为在石头缝中高低的落差不一样，虽然说穿着车靴骑着红面鸭，我还是可以双脚着地，但是因为越野的路面高低起伏很大，常常前轮干上去石头了，而后轮卡住过不去，下脚的时候常常踩不到地，要很多体力去支撑。二是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石头我是可以过的，但是红面鸭的脚踏体积太过庞大了，前轮过了之后，虽然我的身体的平衡还是有的，但是到了车身中间的时候去干到脚踏，然后就没有平衡了，就必须完全停下来再重新起步。而在这种石头阵里，只要停下来再重新起步，又会很容易打滑。对，我知道说到这边，大家应该会觉得我开始怪是车子的问题了。没错，就是车子的问题，但是红面鸭还是会继续骑啊。到了这一段，给我的感觉就是
虽然才刚暖身完，但暖身完毕之后已经有激烈运动到的 feel 了，所以也在这边把原本穿在外面的外套脱掉。这时候十度的温度对我们来说已经逐渐变得无感了。都说是来玩水了，今天主要的乐趣就是聊 K。今天一路上我们可以说是土路 60%， 溪水 40%。 鞋子从一开始原本不想湿，到逐渐越来越湿，最后也就渐渐的放飞自我，湿了就湿了，回家再处理就好。而我要喝水水，比起骑在溪床上面，我们全身会溅得满身烂泥满身湿。更让我害怕的事情是，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心理上的害怕，二则是物理上的害怕。心理上的害怕是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在看到溪水的时候下去前都会有点抓，可能是因为不知道它里面有多深，会不会在水里突然有一颗超大颗的石头让我在聊到一半的时候直接在溪水中间倒车。而这个在溪水中间倒车就是物理上的害怕了，怕红面鸭就这样变成红面鸭煲汤，整台变成泡水车。但是以上的这些状态通常只会发生在一开始啊，因为在溯了一两次溪之后，心里的玩心会开始大于那个恐惧。这时候修车什么的青菜啦，红面鸭煲汤就红面鸭煲汤，修就修嘛。在溪床上，尽管我全身都很忙，左手苦拉机，右手前刹车，左脚换挡，右脚后刹车，身体还要维持平衡。尽管这样，我还是注意到了周遭的景色，岩壁中各种五颜六色都有，岩壁上的纹路就是一幅一幅的山水画。虽然细节在我的 GoPro 中丝毫看不出来，但是在当下还是很有印象。这些岩壁有些落在日晒之下，有些耸立在阴暗背光处，就像是溪谷中天然的屏风。在这一路上，河边崖壁、溪中巨石，形色各异，姿态万千，美不胜收。加上同行伙伴的点缀，山水之美不言而喻。从停车场开始骑，我们也来到了第一个休息的地方——小瀑布。我今天跟你赌上了，如果你整路回来到这里还没喝水水，我就去冲澡。好 ，take 一下镜头 ，take 一下那边，就是这里冲澡，很冰哦。各位，他说如果今天到新骑完是不是回来到这里都没有喝水水的话，他就去冲澡。好，我们等着看。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瀑布这边。那这个瀑布呢，我个人看过去呢，从它的侧面加上那一群裸露的岩石呢，看起来很像一艘船。说不定呢，它有可能真的就是，应该不太可能，反正就是一艘船。那这边呢，据我们今天的导游提供的资料呢，它的名字就叫小瀑布，因为它很小。那等一下呢，据说继续往下骑的话，好像还有一个大瀑布。那这边的环境呢，非常的棒。在这边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就准备继续启程了。我的鞋子呢？大家不要看它现在好像没什么，其实呢，我脚里面已经全湿了，踩下去会有水的那一种。那这个呢，我就不用多说了，这个外面就是泥巴。有了，这样有没有骑车？这样有没有骑车？有，一点点流汗。你今天是最像骑车的，比我还要像。啊、你们骑什么那么干净？我们现在望着那个瀑布，对，望着。等一下呢？对，应该有人。不能这样子，只有我输嘞。啊，如果你吃水水两次，你就要去冲澡。不要这样啊！我一定会吃水水两次的、啊。如果没有吃水水，我就我跟你讲，如果我今天真的全部都没有吃水水的话，有没有？你去嘛，我陪你去，这样可以吧？够义气啊！我不管，反正就找个理由去冲。找对对，去冲，顺便洗个车啦。如果两个都没有，我们就找别人了。哦，我们就把别人推下去。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准备继续出发。Go。哦，
需要帮忙了，对不对？不要，我不要。小心，小心！粘住了，可以吗？可以吗？欸，泥浆，泥浆。离开了小瀑布，今天的目标又更加坚定了。为了不要在10度的气温下去冲水温可能只有不到5度 C 的瀑布，这一趟我绝对不要喝水。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走，今天的路程以小瀑布作为分界点，在这之后的路也会开始变得更有挑战性。而首先我遇到的第一个关卡就是这种烂泥状态的路况，严格来说也不是烂泥啦，而是很湿的沙地，含水量很高，一旦经过了轮胎还会发出吱吱作响的声音。甚至整个轮胎还会变成甜甜圈，粘满了泥土。其实在这种烂泥地上摔车完全不会痛啦，而我的心得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恶心。因为当我在摔下去的时候，车子与地面产生的冲击力道会直接被这一大片烂泥巴吸收，就像是倒在一大片棉花里的感觉，很舒服。不过这所谓的很舒服指的大概只有刚下去的那 0.5 秒，接下来伴随而来的就是车靴里多出了细小的沙子，要把车子扶起来的时候，那个把手还是整根插在里面的，衣服里面也充满了细沙触感，真的是在玩泥巴。把车扶起来之后又是一尾活龙，接下来我们越挫越勇，继续往下前进。再过了不到30秒又摔了一次，而这两次的摔车就真的是不应该摔了啦。原因一次是因为前轮在沙地上撇掉了，而一次则是因为有个断层，身体还没有做好准备就下去了，算是不太应该的摔车啦。但也就是因为有这个摔车才是喜欢来越野的原因嘛，所以把车抬起来之后持续的前进。广告时间，极限专卖跨年优惠开跑咯。极限专卖是机车旅行的专家，除了网络店面之外也有实体店面，时间从12月29号到明年的1月11号，活动内容有各式各样的优惠，买 GoPro 时送原厂战术折叠椅， by the way 鲁特自己的 GoPro 也都是在极限专卖购买的，好处就是可以连同一大堆配件一起买，超方便。防御公式9折优惠， take away 全系列优惠送口罩，超商取货付款 5% 回馈金，新会员购物金，消费满999免运。最后当然不免俗的争取到了折扣码，输入有右50就可以享有优惠哦。沿着河床继续往下探险，从刚刚原本还有很明显的路径，到了这边已经完全看不到自己该从哪一条路线了。不过在我经过了几次的唯一耐力之后，现在也可以说是逐渐习惯了那一种看不到路线的越野了。自己很有感觉，是在暗黑林道的那一次，我会很想要照着路径上的路基 follow 着痕迹去走，但是却忘了自己是在越野，因为越野本身就是一件去走一条没有路的路，所以即使在刚刚摔车的时候，伙伴们都已经往前了，我前面也没有人的路线可以参考了，但是也不至于到太害怕啦，顶多就是倒下去之后狂按喇叭嘛，说巨石阵我是觉得不为过啦。虽然说我们今天一早是从上游的方向往下游骑，但是石头到了这边不但没有变小颗，反而逐渐越来越大颗，甚至有些还比我高。骑在这边我的感想就是一个字，帅。其实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我会来骑这种石头比我还要高，体积比车还要大的石头阵。虽然说某些路段石头只是路上的装饰品，但是看了这些比我还要大的石头，我是说体积还有高度比我还要大啦。看着这样的情景，再怎么不喜欢骑越野车的人一定还是会很有成就感的，因为石头真的离我很近，亲身经历近距离体会之后只会感觉到壮观还有帅。比较让我出乎意料的事情是，在这狭长经过了千万年堆叠沉积的溪谷中，也有一块相对平坦的路面，
双手以及身体在这边也得到了一点放松，速度也从刚刚用走的比用骑的还要快，到现在恢复成正常的车速了。虽然轮胎底下的石头还是每一颗都比棒球还要大，但是相信我，难度是比较出来的。在骑完前面两次的石头阵，这边真的会突然体会到什么叫做如释重负。一路上也把握这难得的轻松时间，顺路欣赏溪谷里这般的巧夺天工。舒适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经过了刚刚那悠闲的时光，悲剧就开始了。红面鸭就这样任性的想要在溪床中间休息，无论我怎么拉怎么搞就是搞不起来。应该是黏住了，应该是黏住。好不想要说出那句话，但是我要喝水水，我要喝水水。关键字、哎、一次了，哎，再喝一次水，你要冲澡了。闷啊！我陪你冲。闷啊！好，费了十八牛四虎之力，终于把任性的红面鸭给他救了起来。但是接下来我们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干。其实在我还没有出发前，豪猪老板就跟我说他很会修泡水车啦。我想他在跟我说这句话当下，应该就是在暗指我一定会让红面鸭变成泡水车，但是很幸好的只有卡在溪水里。不过当天我还是见识到了野外修车达人的名号。我是骑火车到的，你有入党啊？有好、哦、有这样可以干的吗？有点干的，后面插座按着。好，我看看。入档。再发。好，来，其实我完全看不懂现在的流程。现在就是这个是半套啦，半套、没有全套，没有全套，全套就是要那个如果那个发不起来没有动，或者那就是被水挤到气缸里了，哦，就要车子要倒立。那我怎么就要拆火星塞了？那我怎么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要倒，什么时候不用倒，什么之类？听声音是不是？没有，你要先你等一下，如果全套，妈的，你看这一群人的嘴脸呐、啊！这一群人、你没有，对，他刚才第一个跑过来帮我的，看这一群人的嘴脸。哦。比较怕喷出去掉到水里而已。倒车的时候，水流可以说是有洞就钻，入侵摩托车的各种管道。最怕的就是气缸里面有水，然后我们再按下那一颗万恶的发动键，所以才会看到只要是进水的车子，都必须整台立起来排水，把空滤吹干，才可以安心的继续骑。在这边野外修车完毕之后，我们继续出发，路程到这边还是一样好玩。就在这时候，换红面鸭变成泡水车了。
可以直接发吗？你有来得及按熄油开关吗？没有，打下去还在转。这样怎么办？一样，先按看看。你按得下去？按得下去就代表可以，对。就可以试看看。哇，不好车哎！所谓不高的好处，就是倒车的时候后面压不会惨遭灭顶，很给力的一触即发。不过这个人好像一直很期待看到我整台流走的画面。所以如果我在水中倒车了，赶快熄火，赶快熄火，然后圈起来之后，我知道打空档，然后压看看。对，他如果没有，就先按几次。他如果是卡住，你就不能发，就要排水。好，开火星塞啊，就把水都排掉。好。等一下，如果整台流走，我们有更详细的一个解释。好，走。有小瀑布就会有大瀑布。在我在溪中倒车之后，又摔了两次，也逐渐离大瀑布，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啦，越来越近了。从一早出发的地方开始骑，整段路大概骑了两个多小时，接近三个小时。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比小瀑布大上不知道几倍的大瀑布。安全抵达，稳啊，稳好不好？虽然摔了很多次，喝了半次水水而已。对，经过台车摔车之后，看到的瀑布永远都是最漂亮的。而鲁特觉得要欣赏一个瀑布的壮丽，就是要用空拍机来享受。这个大瀑布的高度大概超过50公尺，以冬季这个水流算是还蛮大的，站在对岸都可以感受到飞流而下的溪水撞击岩壁而产生的水花，完全没办法想象这如果是在夏天，这边的水流会是多么的恐怖。在一开始的片头，我相信应该就有眼尖的观众会觉得怎么明明是 4K 的影片，但是空拍画面还是稍微模糊了一点，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空拍机炸了，卡在树上的时候高度大概100公尺，离我现在人在的地方大约是45公尺，而因为我们现在又是在溪谷，所以基本上只要是中了就很难回来了啦。但是当下我还是很努力的想要帮小灰挣脱，无奈真的卡太深了，在经过15分钟的努力只好放弃了，开始拿手机出来连线传档案，最后在这边传档案传了将近1个小时，终于把小灰的生前影像下载好了。但是也因为时间开始晚了，我们还要回程，只好心里跟他说声拜拜，下辈子有缘再相见惹。今天这样一路骑过来，到了大瀑布这边，其实我的手还不至于说太酸啦，还撑得住。但是在回程的时候，手开始酸了，倒车也就倒得更加频繁，卡关也卡得更加的久，甚至在途中还受不了，停下来休息。休息吗？要，要不然我的手已经没力了。虽然这次还是停下来休息了，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我的体力跟以前比起来还是变好了。要是以前的话，我应该在到大瀑布前就GG了吧，所以在这边休息了一下，继续启程。
一开始与豪猪老板的约定，只要不喝水水就下去冲澡，但是我想我们彼此都知道那只是一个借口啊。当下只要有这种想法，基本上只要不去做，心里就会有一根刺。而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脱衣服，我会告诉你，因为小瀑布就在那边。一开始脱了衣服之后，其实不会感觉到冷，但是在骑下溪床之后，周围的温度瞬间冷了起来。冲冷水澡的最大原则就是不要有任何的犹豫，直直驶进去就对了。冬天寒流的温度大概是10度，加上小瀑布的位置是在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直泻而下的山泉水温度我想应该是低于5度吧，冲一个差点中风。当下很冷很冰，但是在冲完上岸之后，整个上半身用4个字来形容，真的是通体舒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畅通感。冲完舒服的冷水澡，接着我们沿着原路一路回程。可能是因为知道在终点处有美味的烤肉在等着我们，所以这最后一段路上驱动着我的动力就是已经饿到快挂的肚子。最后我们终于抵达了有着超过3公斤烤肉的地方。今天我们有这一餐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豪猪兄比赛第11名。这位仁兄说我不可能骑一圈啊，12哦，十二还是？我你讲我来骑一人，要请5公斤的肉啊！我现在已经吃到，那你不是骑3圈了吗？第二关了，等一下我们还有4个关卡要骑，要吃。恭喜你啊，好不好？恭喜你啊！感谢你赐予我们这么美味的一餐。谢谢我们，现在顽皮豹，顽皮豹，感谢我们顽皮豹豹哥，好不好？兼厨师哎、欸，对啊，好幸福啊、哦，好爽、哦，好爽哦！这个是我们的脚踏车什么？什么的？哪一个项目啊？公路车国手哦。哎、欸，我有认识一个 YouTuber， 他也骑公路车。小胖哥，我帮你找到你那个可以训练你的对象了，他国手，在参加过亚运是不是？对。哇操！这位也是，他们两个都是非常强。不是这个，刚才一直弄哎、欸，一直弄什么？对，他一直弄啊，什么？就是他一直估哎、欸，然后一直就是骑的，反正骑的蛮屌的。我在旁边一直看。掉了谁？谁啦啦？我操！你的绰号就叫疯狗二号，疯狗一号在那边，那然后你就是3号。好，那我现在要继续吃了，我肚子太饿了。我GoPro很脏，可是我也懒得清了，好不好？继续吃，狗哥。那这一趟有石头路，有烂泥地，有瀑布，有一坨拉苦的溪水。虽然说我们最后的目的地是在大瀑布，瀑布也很壮观，没有错啦。但是说老实话，当下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冲冷水澡，以及在路上摔车的那一大片记忆。这一次给我的感觉跟骑公路很像。目的地只是给我们一个折返点，重点是享受这整个过程。不管这个过程摔车、倒车、泡水车、衣服、裤子、内裤、袜子全湿，甚至是空拍机也炸了，我还是觉得一切非常的值得。骑完车、冲完澡，还有烤肉可以吃，空拍机什么的就不管它了啦。现在的时间呢，大概是3:30吧。我们又回到了金光闪闪的停车场。这次呢，我有倒车，但是引擎没有喝到水，所以骑的有点不是太过瘾了，对吧？你是不是感冒了？今天我觉得有点冷，去冲那个瀑布真的，我有点伤寒，就是头有点偏头痛。我刚冲上去真的差点中风哎、欸，大概5度哦，有啊。差点抽筋，真的。那个，其实今天还要非常感谢老天爷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啊。虽然说是有点低温特报，可是今天只要有照到太阳的地方，都还蛮舒服的。舒服，舒服啦！吃到我们的肉肉，真正的肉肉。我们这对我这次吃到肉肉，没有喝到水。下一次我们预计是下一次哦，还有下一次吗？觉得应该帮我们先去垦丁嘛。好、啊，那先来一趟休闲的。我们下礼拜呢就要去我们这个垦丁大会师，还是不算那个暖身。垦丁大会师之暖身场，对，一样骑我们的红面鸭下去。垦丁完，我们再那个了哈。对，今天也非常感谢你，研究我们的。紫色路线，对，我们就肯定见，狗哥。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如果看完这部影片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我是鲁特，我们下次见咯，拜拜。